mi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This brave, this ancient land to me. And when the morning sun reveals the hills and plains, then I see a land where children and run free. So take my hand 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 and walk this lovely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So golden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his land our own. If I must fight, I'll fight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until I die. This land is mine.
我上嚟见到咁多人，我肯定而家民主派嘅洗牌已经系彻底开始啦，系会被扫入民部。梦想，但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因素系乜嘢嘢咧？其实就喺七一嗰日，138人被捕，尤其是人民力量嘅领导层。唔係，即係我唔係話鄙視啊，即係話係冇嘢做啊，或者攞綜援嘅人好多，都係有專業嘅人士，好多有唔少人工嘅人士，有資產嘅人士，佢哋全部係慷慨赴義，束手俾警察拉，係令到所有人非常之感動。呢、這個就係道德示範嘅重要性，道德感召。有星火發，我是一个平凡的大婶，家里面有老公，有两个九十后的小朋友，除了在年龄上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之外，我都叫做受过教育，读过大学，有两个学位，是一个不轻易受人唆摆的人。不过在今年的七月二日凌晨，令我由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捣乱社会秩序的知识分子，激进民运人士。我就是那138个追随着人民力量大队进行公民抗命而被捕的其中一个人。参加七一游行，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过要以身试法进行公民抗命。港府推出的替补机制实在太过荒谬，有违法理，更在推行手法上目空一切，带有霸王硬上弓之势。在游行的期间，我亲眼听见、亲耳听见、领略到、感受到人民力量的真切，他们清晰的理念、细心策划，所有嘢都觉得是的确可行的。于是我决定追随人民力量的大队，留守在现场继续抗争。我知道如果我当晚不敢做，我一定会后悔。我看回过去几日传媒的报道，还有一些所谓社会领袖、议员和官员所讲的说话，觉得实在不尽不实。故此我觉得我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日所体会到的。相日一起游行的只有一位女性的朋友，她是一个专业的时装设计师，绝对不是经常搞社运专业的民运分子。她是跟我一起被捕，亦都即是说她是那138名被捕者当中唯一一个我认识的人。在被捕之后，我认识了其他被捕的盟友，他们大多数都跟你我没什么分别，一样都是很平凡。其中有做生意的小老板，有家庭主妇，有学生，有专业人士，有文员等等。不过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当中有一个84岁的老伯伯，同埋一位严重视障的人士。坦白讲，要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一起捱过这十几二十个钟去抗争已经是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者呢？我和这位伯伯谈过偈之后，知道伯伯头脑清晰，意志坚定，不是那种人云亦云、任人摆布煽动的人。我在想，警察将伯伯双手反锁的时候，究竟那位警察的内心会不会感到内疚和惭愧呢？在七一游行之后的几日，在报章和电视上面，大家都只会看到一幕幕冲击警方的画面。你们几时有看过我们一班人秩序井然、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上面，内心等候被拘捕的一个画面呢？香港大部分传媒都怕得罪权贵，都变得自我蒙蔽，经常不自觉地选择性报道，结果社会主流舆论都认定我们这班和平抗争者是知识分子。警方说
示威者非法集会，其实情况是警方阻止游行人士前往礼宾府，并且将游行人士重重包围，既不能前进亦不能离开。所谓警方劝喻人群离去，根本全部都是大话。什么非法集会、阻街，全部都是由警方造成的。警方的处理手法亦都非常令人啼笑皆非。在我们一班人很安静没有喊口号静静地坐在这里的时候，警方如临大敌，近距离全副防暴武装地派在我们旁边。如果香港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香港警察一定会被人嘲笑得无地自容。当晚警方还有一个精心策划的手段，在拘捕我们之前，他们一律清场，将所有的记者、律师等等全部通通赶来现场，目的显然易见，就是要令目击证人少之又少，不让传媒拍低他们滥用警权反锁我们的画面。警方凭什么要为我们上手铐绑索带啊？怕我们逃走？不要那么傻，我们那天全部都是整整齐齐坐在等你拉的，你们所做的根本只是要羞辱和威吓我们一班良民。不过我想跟警方说，我们是不会向你低头的。虽然我是第一次造反，但是在警署等候的时候都有一小片的美好回忆。负责看守我的警长虽然没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我们今次的活动，但是在对方处处善待我的行为当中，令我看到他的认同。对方不单止每次都为我率先拿东西吃拿东西喝排队登记，还会主动做我的跑腿帮我去扔垃圾。最后在我们放监必经之路，这位警员已经站在那里等我，离远地跟我挥手道别，跟我说拜拜。这一些的点滴全部都令到我更加坚定，更加相信真诚和正义是可以赢取人心，就正如黄毓民议员、陈伟业议员感动我们一样。以前的我多数以局外人身份置身事外，冷眼看着其他人为我争取权益，那时的我还更加不知好歹，认为有些人得闲没事做搏出位。经过今年七一抗争之后，我深深体会到捍卫香港法治和推动公民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不可以再被我们的领袖孤军作战。大家试想一下，有哪一个人不想斯斯文文有头有面地 出入上流社会，和一班尊贵的议员穿梭在官绅权贵之中，从中拿到些着数呢？那几个已经上了60岁的人，黄毓民、陈伟业，为什么要这么犯贱选择这条艰辛的路去跟权贵抗争？他们为什么要大热天时声嘶力竭、奔波劳累？这些只顾奉献自己不畏强权的你领袖，我一定会甘心追随。在这里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用你们的掌声再一次感谢这位100号手带的女士，将当日她所看到所加入人民力量的过程和我们分享，也都给一些热烈的掌声。这位女士所说的两位议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发展选一条这么艰辛的路去陪我们抗争，陪我们去行？我会甘心追随，你们会不会啊？